干嘛？快快快，帮你哥哥！你小小蛇妖不过儿，蛇胆用来泡脚倒是亲热解毒的佳品。来来来，小老弟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瞧瞧瞧，你这模样多半也是花果山来的猴子。我见得多了，论辈分你谁让我被贬。下界之时拿了不少宝，宝贝，你瞅瞅，可有心仪的？九九九，能成事亦能败事，需谨慎。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小师父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福祸无门，为人所招。
成一指。
呵呵。全当是正邪买酒的盘缠。小老弟切记，一分醉酒。善若不失，恶破无门，回城。虽至柔，可复万，感受吧。
王！
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，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枯树常在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，自那黑风山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
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都来了，两棍吧。百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不同遁迹之法，也敢欺侮仙道？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
去行散气，无痕无迹。你的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Thank you.
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